hey, 大家好，好耐冇正式去到拍片啦，今次第一次用小米嘅内置嘅录影程式去到录影。咁咧，今次就搞翻呢个唔通转嘅。咁咧，我个人就用呢一对嘅。点解唔用智商人去到做队长呢？因为我想高翻 20% 房，差 20% 切咧，其实就感觉上唔够 20% 房好嘅。咁啊，其他队员咧都尽量以坦为主啦。咁咧，用合体队咧，好似就系佢会有机会连救四下必杀技嘅，我试过。咁就佢开必杀技系可以减对方防，跟住另外咧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速嘅泽马斯啦，咁就唔会俾佢变身嘅，就搏佢嗰 40% 嘅减伤。咁另外就系佢多咗嗰个回血效果啦。回 10% 血嘅，要八成血以下才至会回到嘅。咁咧，另外点解会落呢个技嘅比古落呢？原因系为咗叠防御叠攻嘅啫。咁我试过最高就叠到去到成差唔多300,000防御，咁就食一只龙仔或者食一个八仔咧。就已經是可以去到300,000房的試過。咁前期咧就係搏命跌、搏命跌、搏命跌，其他卡咧都唔輸出嘅。咁啊，直至去到打到變到超紅啦，咁就先至開始會俾啲合體女啊、扎馬斯去到出啲曬技。同埋咧，俾智商人咧，是但一隻合咗睇先嘅。咁咧減曬防之後咧，智商人嘅反擊啊，同埋睇商人嘅，同埋睇比股嘅反擊咧，都會有實際效果嘅。雖然啦，都唔係話好高。咁我而家就係啦，唔記得講，今次呢條片咧就會分兩個版本，一個其實都係同一條片嚟嘅。咁第一個版本咧，就喺而家講完曬嘢之後咧，我就會直接 cut 咗佢，就一跳就會跳就會 cut 咗，一跳就會 cut 到去變咗去打銀眼嘅，因為條片真係太長，因為喺前面跌咧係真係太花時間。另一條片咧就係全程嘅，咁嗰條片咧喺中間嗰段時間咧可能會講好少嘢。不過我平時啲片都講好少嘢啫。咁好啦，而家咧就正式開始啦。好啦，真正嘅困難就開始啦。開頭咧完全冇減防，佢就唔會話太過反擊唔會話有太過高傷害嘅。呢度我就要留翻啲技招俾技能，太高了，可能嗰个三步就可以得分魔嘅。好朋友呢只高吸力啊！連續兩次開到背身反擊，就下個回合我會食多個道具嘅，食個八，等先食個八仔。
就啱啱发，咁咧睇删剪版嘅朋友咧就讲翻啦，我之前就食咗只狼仔嘅，流咗红血嘅啫。呢度咁样啦，之后有啲咁多啦，开珠呢度落嚟嘅话就会俾力。就俾个睇珠就阻住咗，咁就唔俾佢啦。喂，痛！连开两幕，啊三幕，第四下出唔到嘅，呢度嘅幕剩翻150%血到，好危险。去到呢度可以咁样啦，应该够啊！有呢度应该19格气添，应该秒到噶啦呢度。知知我就冇计噶啦，应该都唔会知。打剩咁少血，回唔到几多血到呢度。一阵间要食个蛇机，跟住再食，哎呀，衰仔！一阵间要食个蛇机，跟住再食多个龙仔。睇下個鋪頭點先，誒都好喎，嚟咗咁多次，咁咧。我依然都會咁擺嘅。咁就如果係咁，而家食個龍仔咧，記啊，都 OK 嘅，但係呢度唔好聽。反正反擊冇傷害，我呢個冇回心嘅。
咁少可。三塊蛋就全部中曬，龍仔仲有一個槍。
应该防冇防噶嘛佢。十一，靠你啦，走你。连多下。好浅，好彩仲有道具加嚟。冇啊，我五份系收十四啲啦，减翻30%。反應該打死佢，好啦，打死啦，好啦，講多次喺錄影容量用完之前入曬，好啦，咁另外就講下呢一隊其實。假設啦，你如果知黑空即係變身黑空咧，係超過兩潛，而且以連擊為主嘅咧，你可以嘗試用知黑空去個疊防嘅。另外，忌黑空就真的不好用了。假若看黑空呢極限完之後還高潛的呢，是真的可以落的，分分鐘是應該是用來代替這個看秘寶的好好的選擇的。咁如果大家還想看其他隊打這個悟空轉的話呢，會嘗試一下，暫時我自己個人玩得比較穩陣的就是這一隊